猛龙过江擂台赛啊。别的都帮不到干粮。和谐了，潘老师，您还能撑得住吗？哥哥心中燃起红红的火，妹妹快快让我度过你呀的河。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晚的综艺盛典，欢迎各位。那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是猛龙过江擂台赛哈。俗话说得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我特意的邀请了四位猛龙来挑战今晚的嘉宾。哎，杜斌，等一下，你们想挑战今晚的嘉宾？当然，准备很久了已经。你们知道今晚的嘉宾是谁吗？我觉得你们要想挑战他，难度有点大。这话怎么说？您就看他这名字里吧，就有一江。你听着啊，你从雪山走来。等，这不是长江之歌吗？再加上他的姓儿，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说他是长江。却有一副好心肠，虽然我的力气不如你，但凡是事我就能扛。给你的锅里加点米呀，给你灶下添把柴，再难的经也得那有人念呐，别那豆包不当干粮。事儿多的那成大事儿啊，大事儿小事儿都要忙。天降大任呐，雨似人呐，别的都包不当干粮。嘿，给你的锅里加点米呀，给他的灶下添把柴，再难的经也得那有人念呐，别的都包不当干粮。谢谢，你瞧瞧观众的热情哈！每次潘老师来，好像躲得杜斌都远远的。是，特别不愿意挨他干。所以今天您来了，我特意给您留了把宝座。哎，潘老师，我要告诉您，刚才您没上场，没听到。杜斌今天是带着四名，他说四名猛将，还号称什么猛龙，要来挑事儿的哈，要来挑战你。你之前你说长江，你没说是潘老师那个潘长江，我就被你，潘老师，我跟你汇报一下哈，你说那四条龙还不是一般的龙，真的有身手好的，有长得好的，有武艺好的，每个人都是身怀绝技，信心百倍，练了都三四年了已经。其实顾斌我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我毕竟久经沙场的一个老战士了，是吧？在这个圈里混了这么多年了，什么样人我都见过。我觉得你找这四条龙得跟我般配，这特别般配。要说般配，下一位就特别般配。我跟你说，是吗？这是一条来自于外国的龙，你们知道是谁吗？我条外国的，是火龙，不是猛龙，是一条母龙，而且。潘老师，您听听，这第一员他就派来一名女将，你怎么知道潘老师喜欢美女的？这个一般英雄都难过什么来着？美人关吗？那第一轮那肯定了，太了解我了，太了解我了，谢谢各位，你们真了解我。那潘老师，咱这美人关能过去还是过不去？过不去，我觉得没问题，什么样的关我都会去过，过不去我也要闯。吹不吹？这可真不是吹。吹来，张磊，掌声欢迎来自于非洲的我们的美女，一头猛龙玛利亚闪亮登场，有请。嗨，你好，玛利
你好。哎呀，今天真的像一颗紫珍珠一样了。但是我觉得顾斌，你这个派出来的首名大将，你这个排兵布阵就有问题。怎么会有问题呢？美女计啊，美人计啊。因为你不知道玛利亚和潘老师的关系，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缘分。跟玛利亚其实相见是在咱们台的星光大道上。其实那个之前就知道他，他那时候在营口，后来到哈尔滨，所以说跟我们东北特别有缘分。而且我在北京郊区拍戏的时候，他还专程去看我。他特别喜欢中国，他觉得中国是他第二故乡。是。那玛利亚为什么会经常去看潘老师呢？首先我要给老师，今天从我的心里面，老师帮我做一个事情，他自己不知道他帮我做的。因为我来中国的时候，有比如说有的明星看到外国人啊，有看到有的艺人不够高明星，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我碰到一个人说你在星光大道你认识潘长江，你喜欢潘老师，我会给你一个机会，你去看他拍戏的时候你给他拍照，他特别特别支持你了。完了我去看潘哥哥他们在拍戏的，完了老师过来抱我，他说妹妹，哎呀你的节目挺好的，我们喜欢你在中国，还记得你。对，我特别高兴，完了拍照片，我把这个照片留着我的手机。后来我们回家了呢，我没有工作，这个女的说我在她的家在北京，她说你赶快走了，就被人要赶出门了。对，我说怎么办，完了我就找一个男的，我说哥你能不能帮我找工作，他说你不认识明星吗，我说我有一个哥哥，他是什么哥哥，我说班哥，他是什么班哥，是班哥是谁，我说他是拍戏的，我说我这样，但是我知道的，我老把照片给他看，他说哎，本来他不想给我演出，他说我帮你拍五个场，给你安排了五次穿场的机会。对，五个演出了，我把这个钱房费都未来哥哥的照片。哇，间接的你帮助到了，在最困难的时候间接的潘老师帮助到了玛利亚。可能潘老师都从来没意识到过这样帮助过玛利亚。这个从来我没给他说。今天没有想到玛利亚来了以后会如此的激动，又泪流满面。我到今天我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曾经帮助过他。现在没问题，现在你活得可好了。人家也是旺，现在比我火啊，现在。关键我，潘老师，我有一点要跟您说一说啊。现在玛利亚在中国光有哥哥不行，人家还得有男朋友。他也想找一个中国小伙当老公，真的假的？这事儿您帮着，要不给解决解决？其实我妹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如果你喜欢外国的女孩子，喜欢我妹妹这个肤色的女孩子，就黑一点。其实也不黑，是吧？你老摸什么呀？你要说不黑是假的，确实挺黑。但是我们东北话叫不牙碜，黑不牙碜，非常可爱，非常有个性，非常负责任，这么一个女孩，你选她做你老婆没错的，听我的。好，说半天啊，我觉得玛利亚都快被拉到我们这个阵营里了。对，是。你不是发起挑战吗？潘老师，这一轮你跟玛利亚有个比赛啊，到底比什么呢？我们这一轮呢，请了一位具有异域风情的一位舞蹈家，要给你们来表演跳舞，但是看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要学习并且比一比，看谁跳得更好，看谁跳得 好是吗？来、掌声欢迎这位来自于新疆的舞蹈家夏克亚，欢迎他。Yeah.
大家，我叫夏克雅，我的全名叫夏克雅夏克尔，我是来自新疆，现在是在中国歌剧剧院当舞蹈老师，然后自己也在外面有一个培养小朋友的一个小的一个培训中心。谢谢。那既然让我跟玛丽亚来学这个舞蹈，所以说你一定教我们两个稍微简单一点的，代表我们新疆风格的，好不好？可以可以。不过我接下来要教的这一小段舞蹈里面呢，有很多的表演的成分。我相信这个潘老师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相信肯定是比我们这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肯定更要好一些。那个可以，可以有。看到了没，顾斌？还没有开始，你请来的老师已经偏向于潘老师这一方喽。可以可以，可以自己创意。人家都看好潘老师了。表演，这表演眼神儿，哎，眼神带着戏哈。哎呀，一定要媚，来，教一段来。好，第一个动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先教这个脚步啊，往前点一下右脚，往后点一下右脚。再往前点一下，往后点一下，很简单。然后呢，脚往前点的时候呢，胳膊往右的方向，胳膊肘伸直，右，右。顾斌，你还是饶了观众朋友们吧。对，我先放弃了，反正。哒哒，我不能放弃。哎呀，哎呦，太棒了！来，玛丽亚，我看看。哇！自学成才了，太棒了！不过这只是开始哦，开始，这只是开始哦，只是开始，开胃菜。第二个动作，就表演成分就更多了。女孩子，首先是女孩子，男孩子在旁边，对，女孩子，给你，不给了，给你，不给了，给你，给你，不给了。再给这边一下，再不给了，给后边还不给啊？四下四下来，你到底给不给？男孩子右手在胸口，对，左手在后背，给我吧，给我吧，不给拉倒，给我吧，不给拉倒，你还敢要？对，非常好，玛丽亚学得很快哦，好，非常好，好。这两个动作是吧？这是两个动作，还有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动作。往前走的。往前走的动作，主要就是女孩子喽。右脚往前蹲，左脚出，左脚往前蹲，右脚出。好，我接下来要教表演了。左手亲吻一下，给这边的观众。对，右手观众有印象，再给这边的观众，四遍一下，哎，看来是不是您给两下，对，再来一下一下，这个我特长，啊，这个交给潘老师，这个交给潘老师，好不好？我看看，来来来，来，先来哪个？第一个哈，音乐起，第一个那个。停！你一定和我们这音响师过不去了，看，不是，都已经累得腿在那打岔了。对对对对对，这腿有点软，腿有点软。不过我跟玛利亚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胜在表现，真的是完全最好就是那段抛媚眼那段哈。对呀，对，最好的就是你注意，玛利亚，你这就错了。
送吻那个哈，一定眼睛跟着走，知道吗？上去。哎呦！哎，潘老师，这是传说中的飞眼吗？这个连吻再飞眼。哦，吻飞、那个、是吧？是不是眼睛有眨巴一下子？对，一下。你看，你看，你看眼睛。那你要这样的，你不睁眼睛，这不就瞎子了吗？盲人。这要再继续吻下去，我估计眼珠子都得飞出去。那这样吧，夏克雅来评价一下刚才的表现，究竟是挑战方好一点，还是我们守擂方更优秀？那作为我们的观众，你们觉得呢？大家说呢？潘老师的讲究人，潘老师好，这边呢？潘老师全部都是潘老师啊！讲究人，全场的呼声都认为潘老师的媚眼舞哈，嗯，略胜一筹。掌声送给潘长江老师，谢谢。恭喜潘老师，谢谢，成功成功。不过我觉得啊，玛丽亚，刚才败在这一方没关系，因为毕竟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舞蹈，一下子让你接受起来可能有点难，因为它的舞蹈风格和非洲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我相信玛丽亚一定能够胜任，那就是唱歌。哦，唱歌他没问题，对，唱歌一起合唱一首吧，好不好？啊，一起合唱一首。嗯，而且我要给你们搭一个特别有感觉、特别有诗境、特别浪漫、特别唯美的一首歌曲。是什么歌？风吹麦浪。哇哦！远处蔚蓝天空上涌的只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正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我们总在天最后，我潘老师是不是也送玛丽亚几句祝福的话？我觉得玛丽亚经常说一句话，她很爱中国。我相信，她不光爱中国，还爱中国的所有的文化，把中国的文化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所以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支持我妹妹，支持玛丽亚。嗯，也希望今天呢，通过潘大哥你的潘哥哥的介绍，玛丽亚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早日找到你的真命天子。哎，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最踏实像潘哥哥一样好的是中国好丈夫。谢谢，谢谢玛丽亚，谢谢，谢谢，谢谢妹妹，谢谢。好的啊，刚才第一副牌呢打的是一张美女牌哈，英雄难过美人关，两人比的是难解难分，而且是感情深厚。对，第二张牌这个人啊，不会再是女的了吧？绝对不是，长得也是玉树临风，一米九几的个头，是一头真正的来自于东北的猛龙啊，潘老师。一米九几，对，我觉得这样挺没意思的，因为我不管我是个高个矮，因为我经常说过一句话，浓缩都是精品，对不对？没关系，对，我是精品，不怕谁。所以就要来证明你是精品，谁特意挑了一个一米九几的，谁？名字特牛，掌声欢迎王正正。这海拔确实很高啊，你是来挑战的呀，你还是来挑事儿的？你瞧瞧，正正容易吗？特意挑了一位身高高的，不是那个，我刚才听着这怎么个意思呢？就是那个浓缩的都是精品，那意思就是我俩就是大傻子呗，是这意思？你俩就属于长残了的。其实我说的是，我觉得这样，你俩站我旁边来，你俩站我旁边，你看啊。哎呀，和谐！哎呀，太和谐了，太美好了，这个画面。哎，咱最好不用，别用和谐这俩字儿。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这样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说，哥。朋友们，不要被他们的气质所吓到。
们也是人，我也是人，最起码他们睡觉占地方，穿衣服费布，对吧？其实东北有句俗话，这个人不在他个高个矮，关键在内涵，看他有没有才，是吧？你像我长得这么可爱，这么有才，上哪找去？这就说我们两个人长得不可爱，没有才了，真正是什么意思呢？非得要比一比，我听出来了。你这个什么哥，今天是你的主场，完了我们呢主要就是属于嘉宾助阵。对对对，我的好朋友啊，这一上来完了，咔咔就把我们俩先数的一顿。哎，完了你就一直在表扬你自己。不是潘老师，潘老师，这样我知道有一点您特别擅长。你说，咱们既然。这个海拔不如他高，但是咱们底盘相当的稳，对不对？对，是。所以咱们来个俯卧撑比赛，这是男人之间经常做的一个较量。哎呀，嗨！怎么样？哎呀！你听听，下面凡是叫好的都是真爷们儿。好，大哥你先来，是吧？这事儿不是这哥的。我觉得综艺盛典在最前面，综艺盛典所有的编导还有主持人都学坏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来，不就是俯卧撑吗？对对对。好，数着，来了。怎么样，感受？没事，没关系，来吧。来，一二三，开始。一。热身正式结束，比赛正式开始。什么？不，潘老师，我这热身啊，这是。我刚才跟您说要有信念，怎么这话一出您就趴下了？我主要是很久不练了。是。就俯卧撑，我觉得、这个、我哥以前呢，我哥以前一百多，一般跟玩似的。对对，我觉得做俯卧撑都 是肯定。智商比较低的人做这玩意儿。哥，我觉得俯卧撑你只练了"卧"这个字。不是，俯和撑都没有。到最后，我有十七个，还行，十八个是吗？十八个，正正，很吉利的数字。你来了，可以，正正你来吧，可以。好，准备。控制不住啊，潘老师，控制不住。我觉得这个游戏啊，俯卧撑特别特别的不公平。你一大高个儿没跟大哥玩俯卧撑，下面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公平的游戏，跟身高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是一个体育实力的大比拼，你确定和身高没关系？绝对没有关系，一定要对潘老师公平，就是对人的素质啊、能力啊、体育才能啊、竞技有关系，也是男人的游戏，绝对是很 man 的、很男人的游戏。我喜欢这样的游戏，好的，绝对的，我非常喜欢。来，请上道具。这啊，这个没高度啊，你的身高是多少？我1.9米。那怎么也得有2米啊，顾斌，你怎么能说是没有一个没有高度的游戏？这个游戏绝对是一个很公平的竞技游戏，怎么玩呢？此处有掌声了，头戴高帽，此处掌声吧。是这样，潘老师，我救不了你。是这样，潘老师，选手呢头戴钢盔哈，然后呢靠这个小的针尖去戳破那个气球，1分钟看谁戳得多。对。这个我觉得这游戏吧，咱不管它游戏是什么东西，是顾斌，我觉得你真的很不讲究，作为男人说话不能骗人。我你刚才说了，我观众朋友们都听见了吧，还说了说接下来这个游戏跟个头没有关系，而且是绝对公平的一件事儿。明显我跟正正我兄弟我们俩那个
啊，差30厘米，对不对？你把这个，你怎么不把这个高低杠那个气球绑在1.6米呢？不是，对手偏要绑在2.2米呢？不是，这个明显在欺负我嘛，对不对？是不是欺负我？不是，哎，不公平。既然人家导演组已经安排了这个游戏，我不管怎么样，即便我不行，我也觉得自己行，因为我输不能输在气势上。说得好，潘老师，哎，是吧？这得输多惨，那一定是您的铁杆粉丝。你不这样，这样，如果一会儿潘老师达不到最后的目标，您来上，顶上，怎么样？行不行？对吧？这个，说实话啊，这个，我得蹦多高才能顶着气球？我得蹦到1.5米以上。所以这个是人，凡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今天为了大家的开心，我死活要扎到这个气球，好不好？好，给我鼓励一下来，给我鼓励一下。这位潘老师，这种牺牲精神，我给你鼓鼓掌，好不好？长江大哥的弹跳，长江大哥弹跳一般都能弹跳1.5米高，可以哈，可以。好，这样啊，告诉我啊，差多少？往哪么？往左？往右啊？告诉我，一定告诉我啊！告诉我，大点声告诉我。全部扎破的时候，我们全场起立为潘老师鼓掌，好不好？好，来准备，1分钟倒计时，开始。差一点，等什么？铁粉上来。铁杆粉丝啊！哇，好，好，停！来，让我们看看最后的用时是43秒。43秒。43秒。厉害，厉害，完成了！厉害，厉害！关键啊，潘老师，我觉得刚才我真的很感动，不仅刚才兄弟上来撑你一把，你的铁杆粉丝奋不顾身的。不顾我们导演的呵斥，跑上来，对，紧紧的，对，把你抱在了上。这就是我在观众朋友们的人缘很好，嗯，大家都很喜欢我，愿意帮助我。虽然挺累的，但是我很开心呐。嗯，因为今天您终于知道了，您兄弟遍天下。对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得看高海拔的了？请大高个来了哈，我就9亿的汪正正，我就认输吧。别认输，别认输，这个他这个40多秒，我估计我够呛。另外的话，我要是赢了，我今天是不是能从这屋出去都不一定。不好说。我看那帅哥们和美女们，要不要试一试？我要是赢了怎么办呢？要不要试一试？我估计我都得挨削啊！啊，试一试，试一试吧，是吧？正正，这样，我替你跟我们潘老师的这个粉丝来商量商量，怎么样？对。咱们接下来正正就属于一个挑战。他挑战的不是潘老师，而是挑战的这43秒。咱们看看他这在海拔优势下，究竟能够以最短有多短的时间来完成这10个气球的任务？大家说好不好？好，好，来，准备倒计时，1分钟倒计时，开始，开始。正正。对，准确度好像准确度差点，已经20秒了，正正。哎，换一个，哎，找到侧门了，好，好，好，加油，35秒，35秒，加油，还有40秒，加油，哎，35秒。成绩51秒，
成绩相当故意的，不，成绩相当的不错了，相当的不错了。哎、对对，正正，这个潘老师给评价一下，有什么？哎，我怎么有点懵呢？怎么有什么话吗？怎么还没赢呢？你说不，正正，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高兴，你应该高兴啊，你应该喜极而泣，咱这条小命终于保住了。就是因为从这儿走的时候没人削我，对，是不是？哎呀，我觉得正正，你这属于胁迫，不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在综艺盛典这舞台上，你们不管出了多少幺蛾子，让我们俩在这对对碰，其实说白了，你们怎么掐怎么打，永远打不破我跟正正的兄弟感情。来，坐下来，说的真好，正正来，嗯，坐下来。哦，我觉得顾斌刚才潘老师做的那个总结发言特别好，正正还记得吗？最早和潘老师见面，哎，应该你应该叫潘大哥，都是沈阳老乡吧？两位都是，是，但是呢，长江大哥那个时候呢是在跟我们那个辽宁省歌剧院，他们呢合作的特别特别密切，因为歌剧院呢都是一些舞啊和歌，那么这一台晚会下来的话，这个就是语言类的节目几乎就是一个零空白，没有。那在当时来讲呢，长江大哥啊率领了他几个特别要好的兄弟，我想当年的这个那个巩汉林老师，他们都在那儿。还有我那个时候，还有本山，嗯，我还讲过，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崇尚就是他们语言类的那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到现在吧，就一直特别特别欣赏。其实正正就是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一直是这样。虽然我们俩个头上不是很协调，但是我们俩心很相应。无论家里或者外边，只要有什么事儿，喊一嗓子，保证第一时间就到位。他是这样。听了刚才潘老师讲的和汪正正之间的兄弟情谊，我觉得你们二位之间就是一句话的关系。有什么事儿，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为你办到。而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可能浓缩了就是他们将近30年。之间的一些感情，那我想问问，二位从最早在东北结识到现在，有没有同台在舞台上合作过？一起合作过真正的节目从来没有过。哇，wow. 这个我们第一次是不是送给我们综艺盛典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想不想看？咱这样唱一首。对，也别唱你的歌，行。也别唱我的歌，咱们俩合作一首别的歌，别人的歌，好不好？你选一个歌。这样，我跟正正。给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唱一首千万次的问怎么样？千万次的问。哎，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现在就要问一问，所以一句话评价对方好在哪里？我对大哥的这个一路呢，就是对我们的关照，我也很希望呢，这个大哥呢以后呢永远这样对我们，我也很愿意呢跟随大哥一路往前走。就是还想一直受您的照顾。我觉得正正呢是一路走来，从沈阳、从辽宁一直走到北京，真的很不容易。他是一个很低调谦虚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生活当中还有舞台上，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人。别看个子高，但做人很低调。我觉得堂堂正正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艺人，一定，好吧，一定。我听大哥的话。好，再次谢谢汪正正。我们今天特别高兴潘老师能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相信只要潘老师来了，一定是一场有欢笑、有音乐，当然也有更多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是，还有真情的故事会，应该是一场。那我觉得现在啊，潘老师，此时此刻最紧张的应该是顾斌。为什么？两员大将了，都折在您这儿。对，因为第三员您要派谁呀？都是潘老师的自己人嘛。第三员呢，我相信同样是一位漂亮姑娘。哎，首先我要求证一下潘老师哈，很多人说您择偶有四大标准。哦，对，是哪四大标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可以自己参照一下。第一标准，这个女孩一定要苗条。要苗条。因为本身我长得就小，一定要苗条。苗条，身材要纤细。对，要纤细。啊。第二点，脸蛋一定要漂亮。脸蛋要漂亮。对对对，因为我跟她站在一起，你想我长这个模样，我找的那个女孩再不漂亮，以后有孩子得啥样呢？第三，她要善良，不管内和外都要善良。第四，要善良。第四，做人要真实。整过容的不行。女人味十足。对，整过容的不行。哎，潘老师，我听您这四大标准，那不就是西施、貂蝉、杨贵妃、王昭君吗？说了半天，不就得美美美美？你说完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哈。但是今天我下面找的那一位猛龙，同样具备这四个标准，我就特意按照这个四标准来找的。那绝对是不简单，那漂亮的不得了。哇，好期待！因此说，我跟这位美女唱这首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比较欢快的、比较好听的《过河》。好不好？看看，掌声欢迎！看看撑船的是谁？来，有请。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哥哥，你要把河过，先要对上妹妹的歌，妹妹的歌。不问花儿为谁开，不问风儿为谁知我的心，为啥要过我的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收下我的心河？哥哥。渡过你呀的河，小船摇摇水中过，花开河边层层波，层
洒满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这个潘老师，这个事儿呢不能怨我，怨谁？我跟他认识之前，他才七十多斤。这真的，我觉得这又一次让那个顾斌给骗了啊。嗯。本来我刚才说的期待，真的上来一位啊纤细的，对那样的、啊、脸蛋漂亮的，结果来个这样的。没有，是啊。但是其实嘟嘟是蛮可爱的。对啊。是啊。其实他们俩、啊、相识很久了。对对 对, 对。又是老相识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排兵布阵，给你参谋的人真的是有点问题。对。那嘟嘟，你来说说吧，你和潘老师认识有多久了？我跟潘老师其实最早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正在拍那个就是郭德纲他主演还导演的叫《窦天宝传奇》。其实那会儿您可能对我没什么印象，因为我跟您没有什么戏，就是第一回见潘老师。哎呀，我觉得潘老师真好啊，人一点没有大腕的脾气，没有架子，没有、完全没有。潘老师对嘟嘟的印象呢？我对嘟嘟的印象就应该一个电影，叫《龙凤店》。你们是由这部电影结缘的？对对对，都是因为这部电影，我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了能有将近2个月，差不多。我第一眼，我就能记住他。最打眼的一定是嘟嘟，因为，他到哪都抢镜，他太抢镜了。这是痛处，我跟你说。这是我的伤心之处，你让他讲。这我只要是跟潘老师一个组啊，他头一回就头一句话就是别抢戏啊，别抢戏啊。我说我往后站，不行，后站都抢。嘟嘟觉得特委屈、啊。对，我特委屈，真的。我很难想象有人可以抢潘老师的戏，这怎么能抢得成戏呢？没办法，嘟嘟说他也不愿意，但他面积就占了镜头的。你们两个，他就是站在前边，站在后边，他离我们8丈远，他也抢戏。因为他本身的长得就很有特点，在画面里面站的面积比较大。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想，他再往前一站，把我们后边3个人全挡住了。我就说，我就管那时候在剧组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嘟嘟也不生气，反正也知道，他说潘老师是开玩笑。我只要一喊面板面板，往后去往后去，他就知道说他呢。完我就直接说，我一直在后面呢，我从来没有往前站过。总之我听出来两个人好像从来没有演过很亲近的，比方说像情侣关系这样的戏，爱情戏，就像刚才过河唱的那样。对，所以我觉得张磊，要不这样好不好？现场是不是让潘老师和嘟嘟两个人来演一段爱情戏，好不好？看看这两位他们当中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爱情。而且我们有要求，两个人要一边跳绳一边演戏。这个场景潘老师我们设定一下，这个场景两个人是刚刚相爱的小情侣，难舍难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月黑风高的晚上，两个人偷偷地背着父母来到了小公园，出来约会是吧？对，出来约会。好，这是你们的第一次。好，来来来。好，现在我们的第一条正式开始，跳跳恋歌第一条爱情戏开始。慢点。一，二。你来了。呀！卡档卡档了，卡档了，再来，可以接着来，接着来，来，一二三，没词儿了，来，来再来一二三，你干啥来了？老师，您是不是故意的？不是不是，这条您就过不去了，是吧？来来来来来，您知道我们胶片有多贵吗？来，再来一遍，第四条再过不去。你们俩这一集的片酬就没有了。你瞧瞧这位女导演横的凶的，太坏了。来一二三走。你来了。这是你俩优婶整场啊，就一句台词，你来了，你来了，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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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能不能悠得齐一点，来一二三，你来了。来再来来一二三走。你来了，我早来
终于进到了第二句台词，来，你们还能不能再进一步？在哪？起码也把台词凑够六句给我。对的，凑六句就完事。来，户口本拿。来，再来，来，一，一二，走。户口本拿出来呗。哎呦，这早给你了吗？你妈同意没？我妈同意了。太好了，那你说咱俩，能干啥去？咱俩赶紧登记去吧。哎呀，不都登完了吗？怎么还登啊？这节目太费体力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挑战嘟嘟的体力，同时也是挑战潘老师的演技。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比赛项目啊，不好。这挺难的，真的应该换一个。对，所以我来推荐一个，好不好？好好好。今天既然这个顾斌说他带来了四条猛龙，没错，猛龙过江，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真正的连条河都没有过过，所以接下来咱们玩一个游戏，就叫过河。好的，我们道具很简单，现在在我们观众席的中间呢，就是一条你们村前的一条小河。那么二位一会儿呢要站到河的对岸，相对而立。那过河的条件很简单，我们看到了这座桥呢，对于你们二者来说只有两个桥墩，所以依靠你们两个人自己来搬桥墩往前行进。我说预备开始。自己拿起这个桥墩放到前面，然后前进一步，再回身拿另一个桥墩到前面，再回心一步。关键有一点我要提醒二位，你说一会儿你们俩会在河中央的某一点会相遇，那一时刻二位要交换桥桩，交换桥桩的时候不能掉到河里啊，不可以掉到河里，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要从桥桩上互相交换。来，请上桩。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好，潘老师好，加油，第一步非常聪明，拿脚一颠。好，哎呦，嘟嘟也很灵活啊，小心潘老师。好，慢一点，千万不能掉到河里。非常快，手脚并用，潘老师。嘟嘟小心鞋跟儿，小心鞋跟儿。看潘老师还是很具有运动天赋的，对不对？好，慢一点，哎，一定要保持平衡，一定要保持平衡。好，已经过了一半的河了，两个人马上就要相遇了。嘟嘟在那说，一对情侣啊，牛郎织女啊，这比撑船难多了，在银河上啊。相会了，互相。难点来了，哇哦，好棒好棒，继续。来来来，嘟嘟有话要说。比赛完毕，我输了。真的，嘟嘟这是不是一个特别费体力的活？主要是真是够不着啊。真的，嘟嘟满脸大汗，太累了，满脸是汗了，好不好？但是真的，刚才二位这个过桥，我们真的没想到，是嘟嘟太灵活了，特别迅速。大家说是不是？哎，真没想到，我本来是想设置一个难点在这儿的，居然让你们二位轻易的就度过了。潘老师是真的灵活，他一直是手脚并用，而且是身体往后啊，行动非常的迅速。来，休息一下，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嘟嘟还有潘老师，谢谢。来，休息一下，谢谢二位。最后送嘟嘟几句祝福的话吧。嘟嘟，你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你是非常棒的一个影视演员，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真的踏踏实实做自己就好，不要在乎别人对你怎么看。好，再次感谢嘟嘟。那刚才呢，我们这是潘老师呢，可以说轻松度过三关。没错。那你这最后一员大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就直接不用出来了？这一轮大将哈，我跟你说他有什么特点呢？他在我眼里是一头精灵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人潘老师哈，模仿能力相当强，他可以以一敌百，他可以一会儿刘德华，一会儿张学友，一会儿潘长江，一会儿任何一个。这么厉害，所以他打算以一当十，放到最后来用也是有用意的。那我们潘老师今天就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来看看他是谁。好久不见，海涛。你吓我一跳，刚才灯光昏暗，我以为本山大哥来了。来，有请陆海涛，有请。海涛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现在一个怎么说呢？要说他是谐星也对，要说是歌手也对，要说他是模仿达人也对，他是一个比较多才多艺这么一个小伙子。我跟他属于也是属于忘年交。我想问问海涛，你和潘老师的缘分缘起于哪儿？我从昨天开始说起吧。昨这也太短了，这也不是，我就是就是。过去和将来那意思。哦、过去现在和将来。哎就最早呢我们都是东北人。从小的时候就看潘长江老师作品长大的。那么第一个作品呢我记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和赵本山老师在后面。啊双簧。啊他在后面比划你搁前面演。对双簧。那个我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说哎呀咱东北人。还有这么出色的人才，而且他二人转讲话有相，就是相也特别好，哎，我贼崇拜。那个时候你多大？我那时候是七八岁，七八岁，就是小时候的偶像的意思。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小品阿舅，阿舅啊，对缝儿，对缝儿，阿舅那个，我说这好玩，我就成天跟我妈也阿舅阿舅，我妈还总打我，你别老阿舅，到时候你也磕巴了。所以从那时候也是在荧屏上开始见到了潘长江老师。后来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潘老师本人的？也是做一个什么节目？好像我做星光大道，我在参加选手的时候，那是头一次见潘长江老师，在我们有的选手在里面录音的时候，给我们讲，啊，你应该什么什么样的风格，怎么去给他。再转换一下，你又是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在舞台一呈现，你试一试，就总教我们这些，哎，比较走捷径的一些点子，我们一感觉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呢，少不了潘长江老师当年的这个指点。潘老师，您当时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像陆海涛他们这样的选手身上有闪光的地方？你似乎觉得，哎，他们是。一个可以挖掘的珍珠，所以你愿意去用你自己学到的专长去帮助他们。海涛是我在星光大道看到这么一个，现在说是青年演员，他非常聪明，他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赢得观众的喜欢，这是作为一个演员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潘老师，我还总拿你到每个场子演出的时候试场呢，砸挂是吧？有本山老师有一个顺口溜嘛，瞎嘛杵子奔南极，根本找不着北；脑血栓裂下叉，根本劈不开腿；大马猴穿旗袍，根本看不出美来；你让潘长江去滚郑海霞，根本够不着嘴。没大没小，坐下。不是，我就总拿这个去现场砸挂。潘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海涛的？我觉得在这里头能告诉海涛，就是说，保持住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倒不要一味的去模仿别人。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有了自己的东西，你才能走得长远，你的艺术生命才长远。所以说，无论是表、唱。说，或者是现在是闹，我觉得要闹出品味，要闹得好玩，闹得有水准。说白了，一定要传达咱们中国的正能量，谢谢这是很重要的。谢谢，谢谢。那刚才顾斌也说了，说陆海涛是他派出的一条精灵龙，对吧？精灵龙。是刚才说这个海涛也学了这个本山老师。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吧，在和陆海涛过招之前，我们也来和海涛学两样他最擅长的东西。咱们就来一个跳一个唱，怎么样？一个跳，咱们就模仿那个迈克尔·杰克逊吧，好不好？比较经典的，对，可以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可以吗？可以吗？还有，我现在都这身材，还有几个韵呢？肥了吧？你行还是
杰克逊也是被打肿了的杰克逊。顾斌，你看你们这儿已经开始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了啊。没有，男人，尤其在中国演艺界混的男人，一定要有勇气，行也行，不行也要行。来，有请。我觉得啊，刚才潘老师那几下学的真的是惟妙惟肖，一学就会，哪有这么快的学生啊？没有，我那不准确的说不是在跳舞，是在看哪地方有好东西，我准备去偷，哎、小偷的感觉。特别这个动作，伸手一掏，对，来了，进兜了。那接下来这个跳，我觉得其实难不倒潘长江老师。接下来咱们来个唱吧，海涛会模仿很多人的这个唱的声音。哦。那你来选一首歌，既然是你挑战潘长江老师，两个人可以配合一下，好不好？挑一来，你选。我曾经我知道潘长江老师唱过那个周杰伦的《双杰伦》。什么？对。跳什么圈子？你啊，那个再说一遍，周杰伦《双杰伦》。吓我一跳。那就唱你那首东北版的《双杰伦》呗。我当时这首歌，我跟你说，把周杰伦给整灭了，当时。完了，那个这个音乐我准备了啊。完了，那个你俩可以休息一会儿。完了，灯光啥给我爷俩整漂亮的啊。来，咱们先看看这爷俩给我们带来的周杰棍的《双杰伦》。这烟雾弥漫，隔壁是武术馆，店里的妈妈唱着茶道有三段，交拳的武术老板练铁砂掌耍牙加枪，弟弟的功夫最深，还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们日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有种带感，想要去河南嵩山小超人跟武的咋的咋的，呼吸吐纳新时代咋的咋的，七十三年手心拆咋的咋的，日行千里西沙袋，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咋的咋的，我打开人头二脉，干啥呢？干啥呢？东亚病夫的招牌，干啥呢？干啥呢？你被我一脚踢开，哼！我使用双截棍，那咋地？我使用双截棍，那咋地？西武之人前进，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我使用双截棍。顾斌怎么样？我们潘老师，这什么意思？我这样，这爷俩怎么动作都一样？说实话，你看我们爷俩都是真实的汗水。说实话，正经时的掌声来的。说实话，最不爱唱这首歌。我觉得您刚才唱歌都快把老命豁出去了。对，因为特别特别的累，但特别尽兴，感觉一开始痛快。老百姓有的时候不接受周杰棍这首歌，不是周杰伦这首歌，说哎这唱什么呀，一点也听不懂。完了拍还不对，还是都是反拍。跟你说这歌，这小子绝对红不起来。现在我感觉到了，这歌真难唱，朋友们。如果说你能学下来三句，那你也能当艺术家。
顾斌和我就能唱三句啊，对不对？顾斌，来来来，顾斌，顾斌来，不是，我就说说唱那一块儿。对对对，让他来，让他来，顾斌来了，顾斌来来。一二三，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快使用双截棍，嗯啊，咋地？因为我说前面说唱那段，哦。就前面前面说绕口令那段，这个咱们确实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您再来一下，再来现场，再来一下。烟烧的烟味弥漫，隔壁是武术馆，店里面妈妈上茶道有三段，教全家武术老板练铁砂掌甩大家，定制功夫会现场定制功照铁不转。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样，什么兵器最习惯，双截棍柔韧带感，想要去河南出人，想要少林跟武当，啊那个啊那呼吸出那心之在，啊那个啊那气沉丹田手心干，啊那个啊那。干啥呢？还不鼓掌干啥呢？反正我觉得呢，到这会儿呢，两位这么演唱，应该是要给一口水喝。对对对，太早该上水了，太渴了，一直没水啊。来上水，上水。在这个环节，要让陆海涛和我们的潘长江老师一起来喝水，但是这还不能轻易的喝水，这是一个小游戏。先要把水一口气喝完，然后把碗放在脑袋上，然后用矮子步到 B 点喝第二瓶水。再把碗放在脑袋上到 C 点 ，OK。然后到 C 点看谁最先喝完那瓶水，谁就是赢家，好不好？顾斌，请发力。来，三、二、一，请喝水。哇，潘老师喝得好快。要掉哎！小心！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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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对，刚好刚好刚好，可以拿下来！还有这么喝水的？潘老师，你说太不实在了！海涛，怎么样？你还真当你是龙王呢？加油，海涛！你的碗，你的碗。哇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潘老师！哇，做你的啦啦队好给力哦！欢呼声在哪里？海涛怎么了？这个我碗呢，是不是裤子真的给撕掉了？这个、不是，我碗呢？不知道啊。你穿个帽衫把碗藏在后面，自己不知道啊？我知道这个潘老师，其实一口气喝水也是您的一个绝活之一。对对对，您最多喝的时候一次喝多少的水？好像是1.7升吧，我不知道多少。1.7升水一次，所以今天这三瓶根本是不在话下。对对对，这三瓶不够，不够用。但是我还是觉得海涛挺努力的，那个虽然在这儿就像东海龙王似的在这儿喷水，给人间降雨，但是呢，还是最后努力坚持到了最后一关。对，电视机的前的朋友们别模仿，容易呛着。对，这瓶我没喝完，但也没打开，但我。服务员，你帮我打包这个。就是实在哈，这孩子。那好，最后我们也希望这个潘长江老师送给海涛几句祝福的话，给年轻人打打气，加加油。海涛，要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因为在中国的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那么为什么你就出来了？你就为所有的老百姓喜欢。这是你的运气，这是你的福气，所以说不要辜负所有喜欢你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好好的为观众去表演，加油！加油，海涛，加油！怎么样，顾斌？现在我觉得你应该服了吧？我们今天潘老师那是1-4，没有一个能挑战成功。我坦率地说，今天我。叫来的四位猛龙哈，实力都是不凡的，但是今天这个场子呢是潘老师的主场，各位观众呢真的是非常尊敬，也更加的喜欢潘老师，
所以你说我一定服，我真的不服。嗯，我最后有一个请求，你敢不敢让我们四条龙合在一起，四龙合一，再一次跟潘老师挑战一下？而且张磊，我说一下哈，今天我们四条龙要打，就要打龙的潘老师的这个强项啊，喜剧表演小品，怎么样？好，好不好？我们四龙合一，观众是评判，好吗？行行，好，那我就跟那个这四位。顾斌嘴里说出的所谓的龙，嗯，掐一掐，我们演了，我们演一段即兴的小品，好，即兴小品，对，来，有请。大家可能看着有点疑问，说，我这两个女儿怎么品种不一样呢？你们在怀疑这件事情，说实话，我也在怀疑。你俩赶紧跟爸爸说一声，怎么回事啊？都你三十了。你也28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老爹我现在已经快到60岁的人了，你不能眼看着我整天没有玩的吧？你得给我生个外孙子或者外孙女玩啊！哎呀，这天天都一天忙到晚了，又干这又干那个的，我哪有时间？再说我这人内向，还你还内向，你心宽体胖的，大家看看。多苗条！再说你，白妞，我皮肤白，牙多白呀，皮肤白，不用跟我嘚瑟。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任务？男朋友还不好找吗？呀，找一个我看看呢。大把都是，他们俩不就在门口等咱吗？快点叫进来呀！歪歪，等这长时间，这妈的腿都细了，这那个爸爸等着急了吧？那个谁，那个爸呢？爸说谁叫爸呀？你跟谁呀？这叫爸呢？我哪个是爸呀？就是我们爸，这就是你哪儿的？哪儿的？你看他就是爸，你瞎呀？哎呀妈呀！那个不是爸。回家爸，回家爸，回家爸，起来，起来，没过呢吧？这你叫啥爸呀？你俩见面你不得扭曲一下？你给我跪！你俩这样，你俩过来，我没有，掌声跪啊！不是，哪谁是谁的？你还看不出来谁跟谁吗？我当然看不出来了，让大家猜，大家猜猜呗，赶紧过去，过去，站成一对儿，我看看哪个是老公、老婆。哎呀！你看看，那谁呀？宋妞，你过来。宋妞啊！啊！我等会儿，等会儿，亲爱的，小白，嗯，怎么？你眼神，你眼神没问题吗？喜欢你啊？没有啊。你怎么能找个电线杆呢？多帅呀！那也太高了。多酷啊！不是长得多像个男人呀？连桥，咱俩我觉得这样啊，我觉得你俩不太合适，不太般配。这样，你赶紧用你的一切办法，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把赶紧把他打发走。来，赶紧，去，赶紧告诉，不行，在我这关就过不去。老丈人是这样，你先别叫老丈人。我们寿妞啊，从他身上呢，我就能够感受到咱们老丈人特别仗义。那倒是，就你所有的好吃的，任何的一切，都显示在我们寿妞身上。老丈人，我有礼物送给你。你有礼物，你咋不早说呢？不是，你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呀？这个800万的，就过去来讲800万，现在升值至少得在2000万左右的一个别墅。啊！哎呀！来了吗？呀，快坐，不是，快坐。怎么了？没事，我站着行，不站就不。刚才我没听明白。那我还轰他走吗？是。那还轰啥呀？你傻呀？太好了，你赶紧坐下。哎呀，渴了。不是你呀，我跟你说呀，我闺女到现在没找男朋友，主要就等你呢。哎呀，见着了，这绝对是有眼光，有眼光。看没有，真不错，大大的，哪来的？赶紧把那乒乓球给我撵走，快点。这个我觉得那个比较靠谱，你一定学你姐姐，按你姐姐的眼光去找一个。你看人家，要个头有个头，要形象有形象。但是家里人有钱。哎，爸，天天在吃。别叫爸，赶紧，门
是刚才你进来那个门。你别那么，赶紧出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哪儿来？你东西呢？你哪？你的礼物呢？我他土豪，800万别墅，我那比他那厉害。对。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他不送房吗？啊，我送车。你要送我什么？法拉利。法拉利。爸，你这你不行啊！我说你，爸，我爸，你要送什么？法拉利，400-500万的法拉利。哎呀，哎呀，我的老公特别好。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我说我闺女等追，我说我买，我说我闺女，这么多年一直不找对象，对，原因在这儿呢。你看我小伙子看着就敦实，对，哎呀。身体结实，哎呀，我没成想啊，今天我发财了。我们两个在一起，太高兴了。你晚上黑了吗？你送我车，来，过来，过来。哎，你送我房子，是是，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赶紧，钥匙，那个车钥匙，房子的钥匙，赶紧给我，快点。车钥匙在，快点，快点，在哪儿？这个在四环呢，是在五环呢？就在身边，就在这个比较具有惊喜。爸，你不送我车吗？自己看。哎呦，谢谢你啊！哇，真的是法拉利，啊，真的是法拉利，法拉利模型。你再看看这个。爸，我来给你打开。这个。惊喜！哇，真是不错呀。两个人，这是送我的别墅，红色的法拉利，这个送我的法拉利。你说我。我是气得要晕倒啊！哎呀！啊，太精彩了！大家说好不好看？谢谢谢谢。没看过吧？其实我觉得顾斌，这样吧，潘老师。我觉得此时此刻谁演的好，谁演的坏已经不重要了。没错没错。关键是刚才在你们表演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注意场下的观众朋友，简直是笑声不断。我觉得能给他们带去快乐，这就已经足够了。那节目已经进行到最后了，潘老师，你的朋友也都在，我们是不是就像海涛说的那句话，也畅想畅想未来？当我们的人生大幕缓缓拉开的时候，你是个厨。当你走入社会了，你会知道哦，有这样的不顺心，那样的不如意，有那样的幸福，有那样的快乐，其实都是过眼烟云，没有一点意思。所以说不要在乎它，也不要在乎以前是干什么的，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包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当了多大的官，你发了多大的财，你出了多大的名，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谁，一定要对号入座。嗯，我相信刚才潘老师所说的这番话也是他做人的信条。人们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信条，才吸引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借用潘老师的这句话吧，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大幕拉开，灯光璀璨，让世人永远记得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是一幕多么精彩的经典巨作。最后我提一个要求好吗，潘老师，代表节目组提一个要求，我们希望呢这一期节目特别一点，以您的一首歌作为结束。好主意，您选一首好吗？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最后一句话，其实这是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别忘了自己是谁。嗯，好，在潘老师唱之前，我们也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和我们相约综艺频道，不见不散，再见。生活中有喜有愁，往前走远无悔，不管是坎坷陪伴还是幸运相随。我时常问自己，我是谁？别忘了自己是谁。刮风不一定下雨，下雨不一定打雷。
一定是福，失去的不一定是亏。刮风不一定下雨，下雨不一定打雷，得到的不一定是福，失去的不一定是亏。平平常常才是真，实实在在就是美，分分分分心无愧，潇潇洒洒过一回。平平常常才是真，实实在在就是美，分分分分心无愧，潇潇洒洒过一回。